我是钢管列车长，109年，也2月26号，瑞邦站瑞邦站9:47，手牌的是有破裂7501次破裂，在瑞邦站通过喽，耶、yeah, ！哇，真的好帅哦，好帅的破裂哦，手车这样。我下面干嘛在你们都掉我们的耳机光后面，就那样了，拜拜。我的7501单电头混编货列在，那通过，赶快自己就拿到奖。